今朝我要拿上品粉丝一袋袋，只有三去吃海鲜。你要心中放给开。哦，李霞，两分钟就到了，外面你吵了，现在谁不？反正华刚是讲中国是大灾害。大姐，你是住哪个？我随便的。哪里吵哪？那么我就住这间好了。这还讲妈妈好，还是谁画他一个药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侬有没衣裳打嘞？我是不敢有钱，我看见让我穿的是开心不出来。我让，我让。你看，搿种人还熬到我去了。当当呀，当当呀，再看看高的。多少钱一斤啊？138。空调开一下，桌子擦一下，你就把这个抹布先搓一下呢，油得了不得了。我痒的呀，你快没不服去超市一套要搓。奶奶这太少了一百万，我从来不去搞一趟，还搿种琼浆玉液。真假？地方不灵，杯子塑料的，表面还清洁。那只梭子好是细麦，我是刚磨胖磨脚。小伙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梭子蟹肯定不是活的，这里面都是没有肉的，全部都是空的。真的疯夸张，等于顿饭是一场生死战。现在是在甚至那个前几天天，再浪向太阳晒拉花花，怪不得你当年讲海景房，一爬到楼上了才看得见海的嘞。然后看到一个房子没收，只有东山西山林。哎，当年蜀山看见个农家乐，比啥不能比着呢？海毕竟是海，河毕竟是河，凶险总归凶险，温柔总归温柔。啊对。哎呦，娜娜，你要搁家啊？那个地方哪在那空店不搁家哈？我不吃海，你喂一口。吃顿再来这个好吃的油哎！你用不到网咖子烤，你到米糠买固定的海，一尘不染。红光米。汗流满面。打鱼去了，主要打鱼。哦，不打鱼，不打鱼。一个多少钱？两个人400块。我带你讲啥子天气？因为请个工的是虚的，做了一些辰光呢，跟你出去打400块呢，你根本拎不到几点。阿拉是感觉。感觉嘛，你就下趟再来。你打过来吧。海哥，我到来开汽车，我公交车站在哪个位置？我从来不送的。除非我今天最起床啊，你一台裤子也套着。你们我一台裤子没在位置里啊？你讲我手指哪白等的？金牛座啊。那个都是那千机。我。你阿手不懂啊，不晓得。那个地方落大雨，手还撑脚。我哭啊，发现啊。搿不像我背侬回去。在那下午泥干，到半山还脱着，手也温撑了。侬又吃的比我多呀。你香烟吃的太多，尼古丁含量高，消化神经一直脱着，手术当中的冷热毛都带着，等了上班的人也没搿家啊，不知道谁啊，面里不对外。